用飞镖扎地图，扎到哪里就去哪里。大家好，这是寻路轨迹，我是建立，我是山。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圈定位是天南海北，那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那随着假期的结束，相应的住宿和交通等旅游成本都降了下来，所以时隔大半年，我们的随居旅行又回来了。是的，那地图已经挂好了。按照惯例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吧。我们呢是一个人先来扎全国地图，扎到全国地图的某个省份之后呢，会换上对应的省份地图，换一个人再来扎。之后飞镖离得最近的地名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当然，像我们之前随机旅行去过的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内蒙古、浙江这几个省份，如果扎到的话，就会重新再扎。说到这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赶紧开始吧。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或者想去的地方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说不定我们就扎到了。现在就开始吧。好，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因为上次呢是我先来扎的，所以这次的省份选择权我们交给嘉林同学。由我来决定省份。那我想问一下，你想去哪里和不想去哪里？我不想去的地方应该是西藏了，因为我们刚从西藏回来，经历了严重的高反，我不想再难受一次。我想去的地方呢就是广东吧，因为那块一个温度比较适宜，再一个吃的比较多。我现在真的特别想吃一顿广式早茶。咱俩差不多，不过相比于广东，我更想去海南，因为那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暖和一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赶紧开始扎吧。开始吧，三二一，开始扎吧，扎吧。来来来，走，二一走。耶！哇，烧的！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朝鲜出国了，朝鲜了。这是对，朝鲜。朝鲜出国了。重扎。我们换一下地图方位吧，来扰乱一下他的视听。好了，三。二一走走。哎呦，重来，扎到地上了。来，好，可以了，三二一走走。耶，这是甘肃啊。甘肃不大创造神话。哇，我们随机旅行过程中经过很多次甘肃，然后结果这次竟然去到了甘肃省，差点就扎到陕西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换省份地图的。来，甘肃省地图。好，我们现在把甘肃地图换上。好的，甘肃地图已经换好了，我们把飞镖交给嘉申同学。这次的省份选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去到南方，但是甘肃它美食美景也挺多的。那甘肃的话，你想去到哪里？应该是临夏吧，因为临夏的牛杂哥这一口我想很久了，那个肉特别多。话不多说，赶紧开始扎吧。我们开始吧，准备三二一，走走。哎，扎到了吗？错了，扎到了吗？错了，扎到，错了。哎呀，扎到青海了。青海，哎，下，扎到地上，扎地上，下楼回家。来来来，哎，又出了，走。哎，又左了，往右一点。好，哎，走。哎，再往右一点，去到了青海。走。哎，张掖，对不对？这到，这好像出了，刚出省，到青海，一点点到青海了。哪里？青海。哦，因为甘肃太窄了，真的。它是个细长条，好难扎到呀。来，走。耶，到新疆了，到新疆了。走走。耶。这个是，这是酒泉。马鬃。这地方笑死了。这地方我们去过啊，但我们去的是马鬃山镇。马鬃山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没啥人呀。这特别荒，这属于酒泉的肃北。好吧，那我们就先来决定一下金额数预算吧。又是靠本事吃饭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戴眼罩了，来随便扎吧。来，三二一，走九。
又是3500。本来我瞄的9999，哎，差一点点。不过我觉得3500应该也差不多。对，这个预算应该可以够我们来回了啊，毕竟是邻省啊。虽然这个邻省还有点远，都快挨到新疆去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去这个马东山吧。好。我们刚查了一下这个马东山，竟然还发现巡游轨迹的视频了。车愿意载我们，还是看到前面的那条路上。其实就我们的了解来说，这个马东山人口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一个边境镇，跟蒙古国接壤的，而且整个甘肃唯一的一段边境线就是在这里，所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在很久之前，这儿是一片荒滩，但是后来随着发现矿产资源，慢慢的这儿就有人口聚集了。再加上前几年京津高速修通之后，到这儿就变得比较便利了。而且刚刚我们还查了一下导航，发现西安过去大约需要1700公里，还是挺远的。虽然是邻省，但这个距离已经足以到东南沿海了。我们呢，估计过去是要经过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然后在这个桥湾，这个应该是一个必经之地，从这儿走上国道，一路向北就能到马东山了。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出发吧。走了。我们现在是到了甘肃的甘谷服务区，准备在这儿休息一下，顺便充个电。发现进甘肃之后，这边的景观开始不一样了。尤其是过了甘谷之后，这个山上的植被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疏了。我估计再往西，这个山就会变成秃的，到时候就成戈壁荒滩了。毕竟降水量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52了，前面还有100多公里就要路过陇西了。我们准备在那边下高速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出发。261。我感觉我们这次的费用还是挺充足的，到现在才花了不到300块。在陇西我们可以好好吃一顿。大吃特吃。现在已经是6:40了，我们赶紧去吃饭吧。饿得不行了，走吧。那来到陇西呢，最出名的美食就是陇西腊肉了。所以我们决定随便找一家吃点腊肉吧。加个馍，腊肉。能加馍吗？可以啊。给我加个。加个馍吧。这个是多少钱呀？夹馍，夹馍是5块钱一个。肉多少可以自己选吗？可以，我吃肉也行。能不能给我加2块10的馍？可以啊，你喜欢。我要瘦一点。瘦一点啊。对。称点肉，我给你称上20块钱的肉加你也行。也行，好嘞，谢谢。饼子是一个1块。好的。这个1斤是多少钱？1斤40。那我们有点像北京烤鸭那味儿。这个是先腌，腌以后晒，晒完以后再洗干净了煮就行了。时候它就放多少盐放进去腌的嘛。明白明白。其实如果正常加馍的话，就是有点肥的还是好。对，肥加瘦的我一般就是好吃一点感觉。
买到了两个夹馍，26，一个13块，这个肉还是挺多的。刚老板一开始说是5块一个夹馍的时候，我都惊呆了，特便宜。不过我们这次有钱，所以专门让老板多加了点肉进去，感觉特别香。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就听说过陇西腊肉了，那今天刚好路过，我们就品尝一下吧。开吃开吃。哎呀，刚刚应该稍微要肥一点，这个瘦肉太柴干的很。对，虽然我不太喜欢吃肥肉，但这个里面的肥肉我觉得是刚刚好。是那种肥而不腻，而且肉香非常浓郁。加到这个馍里刚好。它这个肉夹馍跟西安的肉夹馍还不太一样，我们那边是白吉饼或者说是潼关饼，但这个上面好像刷了一层油的感觉。味道还可以，挺好吃的，慢慢嚼有那种腊肉的香味，还便宜。再往上烟吃一个馍就够了。吃完夹馍，我们来买水了。今天买一件吧，因为这次估计要走好几天呢。汤师傅都多少钱？汤师傅10块钱，14瓶。那拿两件吧。喝水自由了。继续上车出发。现在是晚上的10:30，我们已经到达了金城兰州，今天晚上就准备住这儿了。我们正走在黄河边上，从这儿看兰州的夜景还是挺美的，不愧是白天阿富汗，晚上曼哈顿，特别漂亮。到了529，来看一看兰州171的房间是个什么水平。感觉好像也不是很大，应该也就是100多原本该有的样子。差不多吧。哎，那个大沙发可以。两瓶水。可以，就是干净就好。看卫生间吧。这个厕所还可以，挺大的。不错不错。现在是晚上的11:41，从今天中午到现在我们一共走了600多公里才刚刚到兰州。但是距离马鬃山竟然还有1051公里，真的特别远，我估计开过去还得再2-3天。应该差不多。那减掉这个房间171呢，我们现在还剩下2912.32块，感觉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虽然这次距离比较远，但是架不住钱多呀，花费很少。明天一定要吃一顿好的。我们今天就早点休息了，明天见，晚安，拜拜。来吃碗牛肉面，火人哇！现在这个点儿竟然还这么多人。两个面，两个蛋，两个肉，一个二细，一个薄宽吧。来，薄宽。
们今天也奢侈一把，来个肉蛋双飞。今天再次奢侈一把雷霆感花。这次呢，我们要的是不太一样的。之前我们来兰州一般都是吃二喜，因为二喜是最大众的，基本上大部分人来默认都会点二喜。但是其实兰州牛肉面有很多种面型，比方说比现在这个活泼啊、毛细、二柱子、三细，还有个大柱子。那个好像跟嘴一样，那个就是面剂子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薄宽它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刀削面，嗯，差不多。哎，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嗯。然后今天我俩都把辣椒多要了，因为这个辣椒并不辣。对，其实整个西北我觉得都是挺类似的，辣椒都是那种更突出的是辣椒的香味儿，其实没有多辣，我感觉放再多都不辣，就整碗都是辣椒都不会很辣。看着特别红，很有食欲。对，现在11点，没到饭点，但是吃的人还是特别多。对，男女老少都很适合。而且我感觉在兰州随便吃一家牛肉面都好吃，不管是不是网红面，或者说是那种小摊摊都行了。在兰州这个牛肉面好像不分大小碗，都是统一的。如果你想多吃点面的话，就给老板说加面，但默认就已经很多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喜欢加肉。我们这两碗一共是38，加上肉和蛋之后还行吧，就是在兰州的正常物价，一碗19块，肉蛋双飞。看这一碗红油，所有的面条它原本是黄色的，再沾上这个辣油之后，均匀的包裹着。它这个面特别劲道，像除了新疆还有甘肃以外的其他地方很难吃到这么劲道的面。这个蛋泡在里面，红红的，咬一口之后，把这个蛋黄跟蛋清都浸在红油里面。这样再看就不一样了，嗯，超有食欲。哎哥，咱这面是不是有个那个二柱子？有，二柱子您吃过没？没有，那太硬了。我看那个特别粗，那个啊，那太硬了，想不出。那有二柱子，有大柱子，大柱子没？嗯，没有，没有。哎，好臭呀、啊！我现在胃里边全是面。那当地人呢，一般把牛肉面当成早餐，但我感觉这个早餐吃一顿一天都不饿。所以我觉得兰州人给他叫牛大还是有道理的。嗯，很大一碗嘛，非常实诚。大面，它这个食材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萝卜、葱花、香菜、肉汤、面条，但是组合到一起就非常好吃，不知道为啥。嗯，让人回味无穷。在我们去高速口的途中，经过了一个小区，叫做红用肉园，它在网上特别火，相信只有甘肃的朋友能 get 到。你快把人笑晕了，谁 get 的？不知道什么情况，高速公路竟然堵车了。这堵了好长一溜呀、啊！刚我们看一眼望不到尽头。奇怪，估计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车祸或者施工来着？欢迎您来到高台。高台堵车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们在这块堵了一个多小时了，居然还没有动。我估计今天到酒泉就到1-2点了，还有119公里，要走一个半小时。
晚上的11:44，我们已经到达了酒泉。我终于到了呀！刚在高速上堵了好久好久。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马宗山也是属于酒泉市管辖的。不过酒泉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整个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地市，有19万多平方公里，比整个广东省还大。可能我们明天也不一定能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但是因为现在太晚了，我们现在在这边找个地方住下吧。到了307，还不错，可以。前台免费帮我们升职了，合适，干净整洁。不过我们睡一晚就走了。对，休息了。现在是早上的9:49，我们准备吃个早饭再出发。那来到酒泉当然要吃酒泉湖锅了，我们上次吃的时候感觉味道还不错，现在准备随便找一家店去吃吧，走吧。走吧。就吃这家湖锅。老板吃到啊，两个大碗我们的火锅已经做好了，来看一下。哇，这个真的感觉超级香，非常合西北人的口味。这个颜色，上次我们吃的那个湖锅呢是有点像胡辣汤，但这个我觉得更接近油茶了，因为它看起来更清淡一点，里面呢是有这个麻花、面筋、粉皮儿，就这三种。这个汤底呢是鸡汤，里面还有少量的鸡丝。我觉得西北的早餐好像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口味相对会比较重一点，汤底里面是有一点胡椒的，所以吃起来还有点微微的辣。我就感觉啊，碳水爱好者来西北真的是非常幸福。我现在不知道我吃的到底是稀饭还是主食，各种花样的碳水的做法。在西安的话，一般就是一碗肉丸胡辣汤，一个白吉饼泡到里面，或者就是胡辣汤泡油条。它这里面这三种食材都是可以跟老板备注的，就是要的时候说麻花多一点，粉皮多一点，面筋多一点。像刚刚那位小哥就是麻花多一点，而且大碗7块，小碗6块。我现在 get 到了，下次我要的时候我就应该面筋多一点。吃完饭准备离开酒泉继续出发了。那酒泉呢也是河西四郡之一，我感觉我们这次好像就是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吃过来的。没办法，这次预算真的太多太多。这个酒泉呢，我感觉在甘肃省内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了，因为甘肃中的肃字就是来源于它，它古称肃州。甘呢是来自于张掖，因为张掖古称甘州，所以两个连到一块就是甘肃。酒泉它的市域面积非常大，所以它的景观非常多，不管是风景、人文还是美食，但是我们都不去看那些，因为我们要去我们扎到的目的地马宗山。今天呢应该就能到达马宗山所在的马宗山镇了，我们现在出发吧。走吧。最后一段高速走了，离马宗山越来越近，嘉峪关乌鲁木齐方向。哇，我们都快开到新疆了。哎，布隆吉服务区，这个路牌是陕西人写的吧？我们一不小心开过火了，到非洲了吗？玉门服务区，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顺便充个电。这也是我们到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次充电了。
到桥湾了，下高速了呀，走了1500公里的高速，现在要转上国道前往马鬃山了。你看那牌子上面就有马鬃山了，右转。这儿像是一个大货车的一个中转站，中转站啊，驿站，他们会在这儿吃饭、修车之类的。这个桥湾呢，还有一个桥湾古城，我们刚看地图上，不过现在好像看不到什么了。但对我们来说，这块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样，一路向北，前往马鬃山。我们来了。晚上的6:56，我们已经到达了马鬃山镇，但这儿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虽然镇的名字就源自于马鬃山，但我们既然扎到了那里，最后就一定要去到那里。不过因为现在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准备在这儿落脚了。走在这边的街道上，感觉挺荒凉的。不过相比于4年前我们来这儿，我感觉还是热闹了不少。可能因为旁边这个国道拓宽了，而且它连接了连霍高速和京新高速，所以这儿就变成了一个驿站一样的角色。现在就有很多的司机、游客，像我们都会在这儿停留。这个马鬃山镇呢，它的行政面积还是挺大的，一共有3万多平方公里，跟海南省的陆地面积差不多了。但是户籍人口只有600多人，常住人口呢也只有1000多，所以可以想象，这么大一片面积里面，只有内地可能一栋楼的人口，所以还是挺夸张的。对，这个镇子一出去，立马就变成荒漠了，真正的地广人稀。而且其实我们进镇子之前就可以看到，四周都是那种荒滩戈壁，非常萧条的感觉。这边太阳刚落下去，温度立马就降了下来，刚才那时候还把人热的了。戈壁滩嘛，温差很大。而且这边的太阳好像比西安要晚落1个小时，也就说明我们已经往西走了很远了，我们在一路向西追赶太阳。其实前几年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镇子这么荒芜，为什么还有人居住呢？后来才发现主要是因为这儿有水，因为这个地方的小地名叫做公婆泉，以前是有两眼泉水的，但在前几年已经干涸了，现在镇子的水就是饮用几公里外的地下水。我看这个镇子边上还有一个自来水厂嘞。因为戈壁滩嘛，盐碱比较大，所以水需要净化一下。而且这个镇子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点，就是它是肃北县的一块飞地，从地图上看非常明显，北边一块，南边一块，这边叫北山地区，肃北县城所在的地方叫做南山，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珍稀的物种叫做北山羊，刚刚在镇子中心就有一个它的雕像。那个雕塑，说到羊都有点饿了。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吧。走吧走吧。这儿晚上灯一亮之后，有种荒漠中的夜上海的感觉。感觉还挺繁华的。每天吃川湘菜。我们现在还剩下2022.61，特别充裕。随便花吧，随便花吧，吃个好的吧。我们一个小份的红烧排骨，一个红烧鸡块，有一个手撕包菜，两个米饭。好。
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有钱，只不过我们马鬃山不知道怎么过去，而且那旁边很荒芜。因为镇子本来已经很荒芜，那个山周边一连路都没有。明天看情况吧。不管了，今天先吃好，明天才有力气。吃完饭了，刚我们看了一下这边的旅馆，在网上是搜不到的，所以只能线下去盲订。我们也不知道房间怎么样，随便找一间吧。和硕特、琪琪、赞灯、招待所，我们一条街，第一家吧。你好，老板。为啥我感觉之前咱好像是铺的这儿？你看101。老板，还有房吗？对吗？我能看一下房间吗，标间？标间150，看账的150，看一下100了。哦，不带卫生间。那150是啥样的？150，我们那个间那边那设计上还有。这咋还有暖气吗？有呀，小明。现在就有暖气了。哦，这房间还热的。通暖气。那就这个吧。你俩咋走的呢？我们开车过来的。那你过去啊，我们那个店在前面。叫啥名字？德格。德格。导你导航就能找见。行，好好好。就在这条路上啊。嗯，你直走。好，谢谢。嗯，没事。嗯。走吧。到了，这个就是刚才那老板说的。德格，但这应该怎么进去呢？112，这直接就是房间、哎。房门直接就在外边了，哇！哇，这么高级。这个店你管这叫高级？哎，有人。哎，你好。要看房间吗？对。一个标间。我感觉这个暖和了呀。那就可以，那就这件吧。嗯，这个吧。行吧。好，可以。好。这俩都是夹的。对，夹子辈的。不出去吧，不出去的话不用拿钥匙，拿钥匙的话就要放押金，不拿的话就那就不拿了，不拿了，就150就行了。好，因为这边钥匙金贵，这一把来回跑一趟450不划算，那地方太偏僻了。嗯，是。哎，老板，你知道马鬃山吗？这就是马鬃山。我说的就是马鬃山的那个山在哪里，你知道吗？山好像不远，三十公里吧，是几公里？是在要明天早晨几点走？9点吧。那我看我那个老板他爸过来了，我喊你，他老爸在山上放牧呢。哦，他可以带你上去。啊，可以吗？啊，放。那几点啊？他几点？不知道他是几点钟过来。反正明天我跟你打听好。好，反正他老爸在是天天上山的，好像不是很远，能上去，能上去。老板也知道山上怎么走。那刚好，好，就想上。老板的山上有牧场吗？我给你拿东西。因为我们看那个地方，他开车好像过不去，地图上没有路，要不然就那个高速那块停不了车。那你要不你就是明天给老板打个电话，问问他那怎么走。好。好嘞，因为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啊。好，谢谢。还有啥？没有了。矿泉水不提供，自己买。哎，好嘞，没关系，好，谢谢。好，谢谢。107啊。哎，好，好嘞，好，谢谢。107，这边的宾馆是个平房。但是有暖气，真的很好。对，现在才10月初，还不到中旬，已经供暖了。说明这边的冬天是真的很冷。从这儿就能看到我们的车，刚好就在外边。是吧？今天早点休息，明天早早起。Thank you.
现在是早上的8:40，刚刚老板的父亲来我们房间说他今天要去宿卫。还跟我们说山上很多地方都被铁丝网拦着，不好过去。是的，我们看地图上也的确没有路，所以只能先去镇上找人再问一下了。嗯，我们准备过去再问问，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去的。老板你好，我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别的人去那个山上，因为刚那个大叔不是说他上山的路啊，对，他要去宿北，他不要去宿北吗？对，你们一下打电话问老板吧，我不通融，我不懂。老板就是昨天那个宾馆，他在那个宾馆吗？对对对，和硕特，或者我们直接开车过去问他。对对对，你到那儿去问。好嘞好嘞，好好好，看清楚，我没去过山上。好嘞好嘞，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走吧，要去我们昨天第一次看那个宾馆。到了，就是这家，那进去问一下。你好，老板。啊，没有没有，我来问您一个事情。您还认识有人去马东山上放牧的吗？不知道了。好的，好的，好好好，好，谢谢。由于我们所扎到的马东山没有网络和信号，并且那里的路况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保险起见，最好能找到一位当地人带我们过去。而在马东山镇会经常往来山里的人就是当地牧民，于是我们把接下来寻找的目标锁定在了马东山镇的牧民，看是否有人去放牧时恰好能带上我们去到我们飞镖所扎到的地方。看到这边路边有个人，所以想问一下。你好大叔，我想问一下，您是这当地人吗？嗯。你阿姨。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想去山上看一下，您知道这边有没有路去马宗山的？通过那个一个路，路上直接走就山里走进去。那我们开车可以过去吗？它没有什么挡的吗？现在有路，以前是土路，现在有路熟了没有不知道。哎呀，最近没出去。我的袜子问一下。那我的袜子来，等你问一下。我问一下他。我的袜子给你。嗯。我不知道。好好好。啊，那个是您孩子。我的儿子。好嘞。好好好。就早上去。好嘞，好嘞，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您好。您好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边有没有去马东山的路？因为我们想去山上旅游看一看。马东山路，对对对，哎呀，我也不太清楚。那您有没有认识什么这边有会去那边放牧的人？哎呀，我一直在镇上东东，在那个江里海的食堂里面，就那个牛里面那有没有认识的蒙族的牛面，你过去问一下。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牛肉面。哎，那刚好吃饭了。我们吃个早饭，要不问一下？啊，早饭。这家牛肉面。吃个饭顺便问一问啊。妈呀，两碗面两碗鸡蛋19，还剩1733.61，还是很充足。对，要不然问一下我们这边坐两位大哥。大哥您是这边当地人吗？就我想问一下，您知道有人去山上放牧吗？我们想去山上转一转。我们去的地方也远着呢。因为我们怕车开不到或者迷路，因为我看地图上没有路，只有这一条。不是土路。所以就想。不知道路就没得走，那可能。所以就想着，如果有人的话，我们跟他们一块去，刚好逛一逛。这就不知道了。那这边他们一般是在哪儿住呢？都在山里面。那或者这边村子里面找不到，一家子离一家子就几十公里。主要我看地图上没有路，我们也不敢乱跑。那你们不敢的，那你车有个啥问题，或者是你们对对多，你们就回不来了。有些地方信号都没有，进了山里啊，基本都是没信号。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算了。你只能再问了。再问吧。先吃饭吧，早饭也吃。谢谢。老板，您知道那个有人去马东山那边放牧的吗？您有认识的人吗？马东山外没有。没有。没有。
们这么多合作伙伴，家面子比较近，说那个算多少事儿？反正算算就行了。好几分，六块钱。哎，再问，再问。哎，各位大哥，你们知道那个马鬃山怎么去吗？就是。啊，不是，就是我们想去山上看一看，你们有没有？上不去。上不去。那你们有就是认识那个放牧的人吗？我们想跟着过去看一看。那个马鬃山有吗？啊，有吗？那您能给我？是放牧，是他也去。啊，那你们是等会儿要去放牧吗？还是？不放不放，哎哎，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各位哥。哎，这不是用牧羊犬吗？这应该知道。这一看就是游客呀，大哥。我们再去问问，再去问问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这边当地人吗？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认识去那个牧区的人吗？或者路？你要去哪儿？我们想去山上看一看，就马鬃山那边那块。啊、嗯，山有啥看？那你估计看不着，这不怎么就是正常的行。早上天不亮就已经走掉了，太阳一落山不就回来了呀？那往东南方向走有没有啊？你走不见，你不要去了，为什么你走不见？啊，肯定找不到，你肯定找不到。小路多得很，你又没有，那又没指示牌，又没信号，你进去那不是？哦，死路嘛。啊，行，明白明白。啊，那这不成大得很。好的，好。方圆几百公里，几十公里，就那么一户人家，那一户人家就放那么两三百只羊和那么就那么两个人，你能找见吗？哦，明白明白，好，谢谢。没有没有信号啊，谢谢。现在是上午的11:48，在这边问了两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去山上的人。嗯，我们把这个镇子已经转了好几圈了，该镇上的人都已经认识我们了。是的，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一些线索，就是往镇子东南方向走是有一条路的，刚好我们当时飞镖扎到的地方就是东南方向的马鬃山，而且这片的山都叫做马鬃山，所以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嗯，但是那条路的话车是可以走，要想上山就不行，因为山上很多地方都有铁丝网拦着，而且山里边没有信号，所以去的话可能会迷路。嗯，不过我们还是准备先沿着这条路往过走走看吧。嗯，走吧。在准备开车走时，一辆皮卡停到了我们车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们询问了车上的大叔。您知道怎么去那个马鬃山山上吗？就是放牧的地方。你到哪个地方去了？东边、西边还有南边？东边东南方向有吗？东南方向嗯，有吗？就是您有认识的人吗？我们想去那边转一转。你们是哪的？我们西安的。哦哟，因为我们看地图上是没有那些什么路呀什么的，就怕迷路，就是说看能不能去到某一家的那一块儿，这样的话就不会走丢嘛。而且听说那边没有信号。哦，哪个地方？最近的七八十公里呢。七八十公里？嗯，这么远。我是放牧的，刚回来。刚回来啊？哦，明白了。昨天给我来，欢迎你欢迎。您家的牧场在哪里？东边。嗯，哎，那您今天下午还去牧区不？您要是去的话，我们能跟您一块去不？我牧区上去你没看头吗？那个，嗯，光是个房子。没事，我们就想去看，就想去看看呢。行。哎，那您是下午啥时候走啊？一会儿。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给您打过去。嗯，哎，好好好，那我就挂了。那到时候我们给您加个油，或者给您200油费，行吧？就我们去转转。不行不行不行，没，必须，因为我们到时候了，看吧。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哇、哦、哇，这就成了，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去了。哦，牛啊！东南刚好也是东南方向，这跟我们非要站的地方一模一样。太巧了，太巧！我刚刚准备放弃了，没想到呀。我们都准备自己开车能靠的最近的地方，嗯，去到那儿就行了。没想到现在我们可以去山上了。哦、嗯，太巧了，哇！我们在这儿就等一会儿吧。我们换车。哎，二叔，你拿着，我们拿了三瓶。动不动啊？还行还行。我们要出发了。您的牧场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说的是克隆敖包，其实也是属于马宗山的一部分。前面的那个山叫大马宗的山。小马都在东边呢、啊、还在那边呢、啊、这是内蒙的地方。咱这个马宗山为啥要叫马宗山呀、啊、就那个马子见过吗？马子马见过、啊、马子那个鬃鬃毛就那个鬃一样啊，那个山就是马鬃一样。哦，就像马鬃一样的山叫马宗山。你好好看嘛，那都不是。是是有那种感觉、嗯、美多还有铜金矿，竟然还有金子，有煤吗？煤多呢，好像我们这个政府下面就煤多。那这儿虽然很荒凉，但是各种矿产还很多。对，经济开发区。哦，开发就主要开发这些矿产。对，以前叫个白木了，后来才叫红坡圈。啊，地图上写的就是红坡圈，它没名。就是白木那个，白人就是有福，幸福的幸福。幸福。布勒格就是村吗？村。啊，所以公婆泉用蒙语说就是白木勒格。哎，那这个汉语音译的还挺准的。你们是不是去过吗？没有，去过阿克塞跟敦煌。阿克塞倒是被水，你是到过没？啊。青海湖去了吧？啊，去了。我今年八月份去了。人应该很多吧，游客很多。人多的就蚂蚁一样啊。今年的游客特别多。对。您还没去过内地吗？那边没去。哦，没去过东部。您的蒙古族名字叫什么呀？蒙古的滚。蒙古的滚。蒙古的滚。啊。相当于您放羊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山里面。羊放不成了。最近几年马宗山天气寒了，草不长了，老天也不下雨，以前都是养羊的，现在就现在镇上都是养骆驼了，大部分有骆驼啊，这就是旁边这些骆驼啊，这还有水呢，这骆驼都跑到路上了、啊、这骆驼就放养到这儿不用管，骆驼也放着呢，那它不会跑远吗？跑丢？人放管着呢，这个啊，管着嘞。哦，这骆驼好高呀、啊！啊，这个比我们之前见过的大骆驼，那是这是前年的高的吧？哦，两岁子嘛。哦，我下，你开车你不知道咋开？你不会？我不会那个啊，好吧。这个还要开个门。可以。这个等会儿车过去还要拴上吗？拴着。那你先开，我拴。这个地方让我们自己来，我们还来不了呢。来不了。路还封着。嗯。走到下边来。这都是土路啊。咱从这儿到那个最终牧场还有多远？这块呢，就是原本戈壁滩上没有路，车开出来的。Do you learn when you see? Is it who?
really be that bad. It's okay, find your way. You don't have to. 咱们下下哦，马宗山，我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哇塞！现在是10月10号下午的4:55，我们已经到达了马宗山。嗯，这和我们地图上扎到的地方一模一样。嗯，因为这儿就是马宗山镇，我们在马宗山镇的东南方向，可以看这条山脉呢，就是马宗山脉，而这个呢，就是马宗山的一个支脉，我们就算到达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走，这个门要关吗？关不住。好。哦，这两匹马还在外面呢。对。哦，他们是到点就回来了是吗？喝水来了哦。啊。还有吃草来了哦。哦，嗷嗷待哺的样子。饿了，一看就知道饿了。就是门口上等着，我把它给赶出来引一锤。哦啊，就是门口上等。好，估计是害怕我们惊到了马啊，马可能见人生。这个地方感觉像是一个山坳中的稍微低点的地方，因为你看那边是山，那边远处也是山，嗯，所以这儿可能会潮湿一点，湿润一点。对，哎，看见生人了，把马吓跑了。哎。这个马要干什么？哦，这些马他们怕人？怕呢，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嘛。像您会骑这些马吗？两个是骑的马，以前我们是放牧的时候，骑的就是那个马。啊，骑马放牧啊。那骑马一定很帅吧？帅呀，帅。啊，这边就是养了这六匹马。对。为什么不把这两匹马跟他们一块儿放进来呢？打架呢？啊，他们还打架呢？这里有二马呢，挖不得我一块去。哦，有点像华容道，把这边门一关，再让这边马进来。啊，这相当于就是食堂。啊，然后这一片宿舍，宿舍外面才是他们自由奔跑的地方。咱们这边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呀？井啊，打的井，嗯，井水。我帮您提。行了行了，好了，行了，我放。你来了，好。感觉我们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是要扔到那边吗？嗯，我扔吧。要掏着点，就这儿，这儿。好，好了。好嘞，再打个水。啊，最后走的时候，这个门是要保持敞开的，就是马想喝水的自己进来。像这样每天都需要放水跟那个草吗？给它喂？对，给多了吃的多。这个马子是24个小时嘛，啊，不停的吃，每天都需要有人来照看。嗯，哦，
这个房子我感觉应该盖的比较早了吧？这个快40年了。啊，这有炉子嘞。对。啊，这个里面就是，这是马粪。马粪。哦。这里面还有那个烤箱。哦，烤箱。多高级。哦，相当于一个壁炉一样，这里面睡觉也很暖和。对呀、啊，我们放牧的时候就这个地儿。哦。夏天比较多。夏天。啊、夏天还有夏天的房子，那个前面。啊，看着。啊，这是冬天的房子，那是夏天的房子。啊。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这个对联上面的这个都是蒙文的。这是过春节的时候，天还你们也蒙上天的嘛？嗯，对。他写的是啥字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全家幸福。哦，这么哇，这是我们的客厅。哇，这里面感觉好大呀。还挺豪华的，坐一会儿的吗？啊，坐一会儿。坐，坐。我来，我来。哎，抽你的烟也不行吧？这就是放牧，过春节的时候就是这。啊，前几年，嗯，前几年放牧的时候，可能过节都是在这里过的。对，蒙古族都有什么节啊？春节也过呢。过，还有一个敖包。敖包节。嗯，我们也有敖包，那个山上那个敖包。敖包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求老天爷下雨祈福的地方。哎，就那么嘛。现在这两年没动，我们都整上了。我们房屋的时候就是这房山上。啊，有什么事情了，可能就去镇上或者才去玉门那边。对。那以前这边没有电呀，没有网什么的，你们也就在这边吗？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电灯、马灯。见过马灯吗？没有。马灯就是那个人抬上走的，加个油，没油。没油。没油。现在没有了嘛？我们以前说的就是火油，飞机上用的嘛。航空煤油。哎，那就是以前我们灯的是那个东西。哦，明白了。那有灯，那像前两年您还在这边住的时候，没有网怎么办呀？没有网子就是我们过来了嘛，打电话这就是政府去嘛。那个时候电话也不多，那个是什么要的那个电话，明白，邮电局知道吧？啊、嗯，邮政、邮政去打电话，写那个电报发电报啊，传真，应该传真电报，传真，就感觉以前在这边的时候也没什么事情做，基本上整天都在山上，嗯，对，就跟上养蜂嘛。您这边离得最近的一户人家有多远？兄弟吧，他们过来，我们过去，一天放牧，晚上吃饭喝酒。哎呀，喝酒很少，只是放牧，中间就交流嘛。这边还有住房。哎，这个写的是啥字？老天保佑，就这么个意思嘛。啊，这我们住房。啊，这有两张床，沙发。我们的电视都看着呢，啊，这还有电视，卫星锅，卫星锅那不是光的啊，所以是有娱乐的，嗯，就是看电视。对，现在生活好了嘛，不缺东西。好嘞，好嘞。走之前呢，一定要留下一个寻子，这次没有什么雨，所以能保留很久。嗯。摆好了，摆好了，估计能保留个一个月吧。对，很久很久。证明巡游轨迹曾经来过这里。嗯，现在上车走吧，这边太阳马上落山了。嗯，走吧。您家的牧场，您在这边也生活几十年了，看一看您家的牧场。对应上可以放牧吗？可以。羊呀、牛呀、马呀，可能都怕这个，看到它就会跑，所以用这个来放牧也挺好的。嗯。您家的牧场有多大？4万多亩地嘛。4万多亩。它是估计合的。哦，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嗯。我们家以前就2亩地、4亩地这样。那你们村里面还有比您家更大的吗？我们最小的。啊，这最小的。4万亩地是最小的。嗯。哇，天哪。走了。
大叔，要不然你开到加油站，我们帮您加个油，或者我们付您个油费。哎，不，必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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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带我们去看了一圈，因为我们自己去也要花费，一样的。不行不行，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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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的，必须的，要不然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您收下，收下，收下，收下。哎呀，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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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没没没，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不好意思，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不好意思。忙忙的嘛，没有没有，您您收下收下收下，跑这么远嘞，真的真的真的。哎呀，您收收收收收收，真的收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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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您收吧，您先收着，您加油嘛，加油嘛，就当我们弄个油费嘛，就当我们给您加个油，因为我看刚咱也不路过，咱这路过咱一块儿也是个缘分嘛，啊，收下吧收下吧，那您那是再拿一包烟，那包烟，这个可以吧，这个可以吧，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吧，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充满充满，好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以后有什么事好找我来。好呀，我们下次如果还来马宗山的话再找您。我是石头哥。石头哥，嗯，好，谢谢。那哎，谢谢石头哥。谢谢谢谢。冰冰老师，哎，这个冰冰冰，我们车上还有一件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我们喝的多着了。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谢谢。没有没有，我们水还有。那好吧，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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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好，哎，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慢走，哎，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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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再见，哇，哇，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没想到我们最后以这种方式到达马宗山。马宗山，嗯，而且跟我们飞镖炸到的地方一模一样。嗯，看一下我们的地图，嗯，因为刚才我们上车忘了带地图了。嗯，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马宗山镇，我们炸到的孔就在这里。你看一下手机，对比一下，绝了！我们去的这个巧到不能再巧，马宗山镇。我们刚才的位置就是在这儿，看马宗山镇在这儿一模一样。我们还不是去最近的地名，我们直接就是去扎到的这个点了，这个孔了，来给他贴上小红旗。哇，这个缘分真的太巧了。嗯，哎，贴上红旗，来 ，OK， 展开全国地图。全国地图，我们当时扎到的是陕西和甘肃交界处，但是在甘肃的境内。嗯，我们在这儿。这一个小红旗，我们呢这一路呢是从西安出发，第一天开车到了兰州，然后第二天开车到了酒泉，第三天又从酒泉开车从这儿下国道到了马宗山镇，第四天呢又从马宗山镇来到了大概这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飞镖炸到的马宗山，贴一个小红旗标记我们曾经来过。两个小红旗已经贴好了，这次真的太牛了。嗯，其实早上的时候我们本来已经准备放弃了，因为问了好多人，他们都劝我们不要去，因为只有一条路。我们原本呢也是准备就开着车在山边看一看就算了。但是没想到遇到了石头哥，他人特别好，带我们去了他的牧场，还带我们看了这个牧场的生活，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特别满足，我觉得特别充实这次旅程，我给这次旅程打满分。我们现在就准备收拾东西返程了。到玉门了，在这儿吃个饭，补个电。一路向东，出发啦！
心情，还有难忘的风景，一切美好都会与你同行。点点滴滴交织在一起，聚成满天星星，我的勇气。出发回西安了，我的勇气，活泼的棱角总会愈合，变成温柔的壳，我们一定会相遇在某个好天气。522块，那我们的最终余额就是413.79块。哇，这次随机旅行剩的好多，牛！哼，回来了，到西安了。没有人可以被代替。